大家好，各位評判你好，我叫阿文啊。咁咧，我本身咧就好中意唱歌嘅。咁咧，我都好中意音樂。咁我喺呢度，而家想喺呢度開一個個人嘅演唱會咧，就是、因為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音樂。I don't believe it， 是我放棄了你，只為了一個沒有理由的確定。因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，故意让你相信这次痛自己。因为我本身都很喜欢林志炫的歌，我觉得这首已经 是我最觉得最好听的那几首歌，所以我就选了那首歌。因为我未试过在广场这些地方比赛，所以人比较多一点，就有少紧张一点。